还没报名完呢，因为我一直在跑，我等一下不然再报好了。为什么会叫跑跑卡丁车呢？哦，没事。哎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这该不会是外挂吧？哦哦哦哦哦哦哦 ！Korea number one， 哦，外挂来了吗？难道是外挂？哎呦！外挂对决吧，外挂不怕你的外挂。哦哦 ，Korea number one 哎，哦哦，可恶，跟你拼了！身为台湾职业队橘子熊，怎么可以被这个外挂给击败呢？春春 vs 外挂，究竟谁会获胜呢？我怎么觉得速度好慢哦？我到底有没有后退速度啊？被拉开、欸，哦哦，我完全没有感受到我后退速度哎、欸。哦，这个直线，这个直线，我在段位他一直走，我完全追不到。我的一世英名，你们知道我现在画面出现什么吗？你们知道我现在画面出现什么吗？我出现一段英文，告诉我我宕机了。我这个英文，哦，看我不是你们看不到现在荧幕前面出现什么英文？他告诉我他是外挂，你必须，Oh my god！ 我先截图，太强了吧！现在外挂怎么？现在外挂也太强了吧！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荧幕显示，你看它出现这个，太狂了 ！Oh my god！ 反正我跑1分34秒了，好了，重登。哎，我被外挂搞得好晕。那我要跟他跑完一场，然后他直接断线，外挂太强了。我那想说，我至少第二名应该不会扣分吧？太狂了，太狂了，这外挂太狂了，史上最强外挂。之前的外挂就是那种自己跑到终点啊，然后倒数啊，不然就是直接让人家断线啊。他这个外挂更高科技欸，跑完之后还会出现一段英文，然后跟你传断线的、啊。欸，他一开始八个就四个直接 GG 的。欸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让我以为我要进终点了，我至少可以拿第二，结果快进终点的瞬间我断线了。这个最猛哦，最猛是这样哦，最猛是他让我以为我可以跑完哦，然后他告诉你不是你还是断线吧。那我甘愿一开始就气死哦，太狂了。现在外挂真的超狂欸，
如果大家还忘以前的外挂的模式的话，可以去搜寻我的 YouTube 的春春外挂，各种丙勋，那个各种外挂我都遇过了，但这种外挂也是一个新潮。春春带大家见识一下卡丁车的外挂历年成长史，从微调外挂到那个连点外挂。到零套外挂，到那种直接可以断点外挂，然后到那种是可以让人家断点外挂，然后现在是快跑到终点的时候还会出现乱码，告诉你你断线了。哦，那战斗帮我收神都要甘拜下风了。还可以挑对方断线的时间哦，他强的地方是他可以挑对方什么时候断线，而不是一开始让你断线，进终点前才让我断线，我踩到终点线了哎，我踩到终点线了哎，天哪，丙勋真的是，不是丙勋啊，哦，受不了，好歹会靠后跟跑一分34秒吧。不让我爽一下，还让我断线。以后外挂脸变成要这样强制卸载跑卡丁车，好猛哦！这外挂是怎样？它可以入侵到你的电脑里面哦。卡丁车，橘子还不抓？我录多少外挂视频了？有没有在办事啊，橘子？啊，橘子。哦，天哪！北斗神拳，没钱不抓。会打篮球吗？我会啊，以前蛮常打的，最近上班加开来比较忙，就没怎么在打。不过我蛮常打篮球的，然后我还蛮常看 NBA 的。这外挂真的很狂哎。待会发生什么事？没关系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明天就可以去看我精华，我一定秒剪出来。遇到我安安，也可以杀到人，对不起，莫名的就劣质掉一台了。
太多台了吧，冒出一堆人。 韩国看有世界赛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感觉很酷哎，世界赛明天要打了对不对？可以当破纪录哦，好猛哦，三节三节，怎么跟观众联络感情？哎，结束了，我先去报名好了。